尊敬的各位领导，现场的各位来宾，以及包括广大的球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聚在世界大师地中国贺家乡，中国黑龙江齐齐哈尔，共同来莅临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颁奖仪式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小果。美丽壮阔、热情好客的齐齐哈尔，欢迎各位的到来。龙行天下，江通四海，作为中国的绿色食品之都、生态旅游之乡、装备工业基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迎来了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这一赛事。纵情白山黑水，相约腾飞鹤城。2023赛季的第一站，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与齐齐哈尔元素是跨界融合，携手继续的推动中式台球走向国际化。在此也向一直以来支持赛事的建设、关心齐齐哈尔发展的各界同仁、运动员和广大的台球爱好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2023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步入了第18个精彩的年头。18年间，大师赛成为风靡全球64个国家的国际顶级台球赛事。18年间，大师赛跟随伟大的祖国奋进的脚步，也承载中华文化走向了世界。18年间，无数的球员在大师赛赛场奋力的拼搏，诠释和传承超越自我、人人皆大师的赛事理念。2022赛季起，大师赛推动中式台球职业化的全面升级，大师赛全球总决赛的冠军奖金500万人民币，超越了斯诺克世锦赛，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赛事。赛事体系包括了甲级赛、超级赛以及全球总决赛，以完善的赛事体系全面的打通和丰富球员的参赛通道，吸引了中国以及各国爱好者的踊跃参与。那么本次比赛呢，也得到了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齐齐哈尔市体育局、齐齐哈尔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齐齐哈尔市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的大力支持，由黑龙江鹤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齐齐哈尔龙桥市台球会所共同主办，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秦皇岛乔氏体育器材制造有限公司联合冠名，北京优泽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爱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百涛台球运动学院、江苏盐城乔氏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齐齐哈尔百鹤千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承办，让我们对各位企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同时，赛事的成功举办也离不开各方的鼎力支持。我们再次向赛事的合作伙伴们，他们是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分行、秦皇岛乔氏体育器材制造有限公司、蹭个够商城、镇宏胶边、北大仓酒业、骑士马家餐饮、野豹台球杆、 LP 球杆、威力球杆、奥秘球杆、皮尔利球杆、李斯球杆、波茨杆、护翼灯具、摩顿地毯、企鹅直播、虎牙直播、然诺医美牙博士口腔医院、小麦皮头、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赛克斯巧克粉、施博台球干盒、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九万集球器等单位和品牌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出席本次颁奖仪式的各位嘉宾，他们是
市政府一职巡视员刘艳芳。齐齐哈尔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田志峰。黑龙江鹤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成。齐齐哈尔市体育局副局长张彦仓。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裁判长王百涛。齐齐哈尔龙乔氏台球会所总经理严海浪。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下面我们进入本次比赛的颁奖环节。经过七天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的冠亚季军以及各奖项已经全部的产生了。下面让我们有请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裁判长王百涛先生来宣读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的比赛成绩和青台数据，让我们有请裁判长。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历时七天，共计进行83场有效比赛，所有选手共计完成开球青台469次，其中来自吉林的选手郑宇博个人完成开球青台45次，获得本次比赛开球青台王奖。获得本次比赛季军的选手是来自山东的朱龙，获得亚军的选手是来自黑龙江的赵汝亮，获得冠军的选手是来自吉林的郑宇博，恭喜以上选手获奖，成绩公布完毕，谢谢大家。好，掌声也送给我们的裁判长。那么本站比赛从第一阶段至今累计开球青台次数最多者将会获得单站的青台王的称号。接下来让我们掌心来有请本站青台王称号的郑宇博上台。同时来有请齐齐哈尔龙桥市台球会所总经理严海浪先生为青台王颁奖并且合影留念。我们的青台王将会获得奖金5000元和获奖证书，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的祝贺郑宇博。感谢所有的参赛选手为我们奉献的这几天精彩绝伦的比赛，相信广大的齐齐哈尔的球友以及包括我们网络前的各位球友朋友们是一饱眼福，这么多精彩绝伦的比赛。同时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裁判员，正是因为他们的公正专业的执裁才能够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所以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裁判员的奖项，获得优秀裁判员的是徐锦言和龙飞，有请二位上台领奖。同时也让我们有请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的裁判长王百涛先生为优秀裁判员颁奖并且合影留念。好，再次让我们大家响起掌声，恭喜二位以及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勤汗水的所有的裁判员们，谢谢你们。下面我们要宣布的是季军的奖项，获得本次比赛的季军是朱龙，让我们有请上台领奖。同时也让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齐齐哈尔市体育局副局长张彦仓先生为获奖选手来颁奖。我们的季军将会获得奖金60000元以及奖牌和获奖证书，来再次响起掌声来恭喜我们的朱龙。好，再次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下面我们来宣布的是亚军获得者，让我们有请亚军赵汝亮，有请登台领奖。同时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黑龙江鹤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成先生为获奖者颁奖并且合影留念。我们的亚军将会获得奖金120,000元以及奖牌和获奖证书，来祝贺我们的选手，同时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观众朋友们，包括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朋友们，现在我们要颁发的是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的冠军，让我们用最为热烈的掌声来恭喜郑宇博获得冠军。同时让我们有请市政府一级巡视员刘艳芳，齐齐哈尔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田志峰为冠军颁奖。我们的冠军将会获得的是奖金300,000元以及冠军奖杯、奖牌、获奖证书以及价值11,800元的 LP 梦球杆一支。让我们大家再次的用掌声来祝贺冠军郑宇博。好，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所有的嘉宾和获奖选手上台来共同合影留念。来，有请我们刚才的亚军、季军，包括我们的优秀的裁判员，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颁奖嘉宾。好，我们也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来长期掌声，我希望这掌声能够持续的更长一点时间，好吗？来，掌声响起。至此，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圆满落幕，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再见。Step out and step into your flow.